Tana.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？又要做什么？就直说吧。假如乾荣要杀我，你切莫出手，免得自己白白丢了性命。他找过你了？哎，我本来以为凭我这套身法，十招之内可保自己无虞，可没想到连他半招我都敌不过。 此人功力之高深，我始料未及，所以你切。